看到台湾澳门国际的足球友谊赛昨天晚上在台北田径场开打了。澳门呢虽然首先破门，但是台湾男足呢是鲸吞连攻五球，逆转大胜澳门。当中呢踢进两球的陈浩伟更是兴奋地脱掉球衣，露出这个内裤上的八个大字，上面写着台湾我们一起加油，让现场观众嗨翻天了。陈文辉22岁也有机会来啊。开赛才第16分钟，澳门队这一球甩开欧卫，率先破网，全场都傻了。我就感觉上就更加的可惜哦，进了，小王进了。没关系，4分钟后中华队甜蜜复仇，自由球扳回一城还不够，陈浩伟再来一个重伤害。又是郭廷的传球，好球！陈浩伟射门，进球，耶！进球了，进球了！不过陈浩伟要吃黄牌了。进球后，陈浩伟脱掉球衣，露出内衣上面八个大字：“台湾，我们一起加油。”虽然吃了一张黄牌，却让全场沸腾。刘志豪持球要传，哎，进球！陈超远吗？进球是。受到激励，中华队下半场猛虎出闸，投出一底，脚背一挑，最后再靠陈浩伟这个起脚，5-1大胜澳门，也让球迷乐翻天。记者台北郑宏报道。